这两个人有点眼熟，终于来到了这家店。以我们的魅力，自然要选择最高级的食物。炒饭、拉面。一个餐厅的格局不在于它。虽然你在我身边，却抓不住我的心，真是高级的安排。分那么开，等会儿其他客人来坐不下啊。算了，新客可能不懂规矩。一碗面好不好吃，不是取决于谁做，而是取决于谁吃。浓厚的汤底配上全熟面条，是和我一样有品味的人。但还是少了一样东西。哦，是什么？唯有一勺老干妈，才能让这个面条更有灵魂。啊，我这该死的无处安放的魅力啊！这两人真的好眼熟啊，在哪见过呢？抖音。